这是弄得人心惶惶，帮众涣散。嗯，眼下危急时刻，还望贝先生定夺。你召集人马，我去会会关东四王。是。对了，现在是多事之秋，吩咐帮里的乡主一定打起十二分精神，对北秦的雪山派弟子严加看管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安排，召集人马立刻出发。咦，女侠有何贵干？敏柔拜见杨老先生。里面请。师兄请放心，此事我一定会竭尽全力。好。青哥。请。师妹。玉儿在来的路上失踪了。啊，这便是弟妹了吧。杨兄。师兄兄弟好福气啊。杨兄见笑了。杨兄，我们要立刻动身了。何事如此慌张？啊，犬子跟我在来的路上失踪了，是我太大意了，估计这事儿跟长乐帮有关系。长乐帮？长乐帮跟令郎有什么关系啊？因为侠客岛的张三李四重回江湖，长乐帮诱骗小儿，逼迫他当帮主，替长乐帮揭牌去侠客岛送死。飞鱼帮、鱼叉帮已经被灭了，长乐帮唯恐重蹈覆辙，事不宜迟，马上出发救人。师兄谢过了。喂，弟弟，你怎么跑回来了？我回来找我们家叮当啊。我问你，这几天你都带我们家叮当去哪儿了？我在跟四爷爷找人呢，四爷爷帮我找到我师父和我要找的人了。找人？我问你，找男的找女的啊？哦，肯定是女的，对不对？很好，很好，很好啊！居然出现了两个三弟啊！那其中一个想必就是我们要找的长乐帮帮主石中玉了。老四啊，你觉得哪一个是石中玉啊？行了，我也不跟你多说了，我还得陪叮当呢。啊，你去找你喜欢的人吧。粉红色的。很好，很好，很好啊。哎，再看看这个。啊，这样。你眼力真不错。不过我不喜欢。这个也挺好的。我再看看吧。好嘞。哎，姑娘，有没有喜欢的？哎，姑娘，喜欢哪一个？我买给你啊。你这吹牛吧。每次带我来，你什么时候给我买过？我这次肯定给你买。来，选一个。真的？真的。我不选。那我给你选一个行不行？哎，这个，哎，好眼力，我看看。怎么样，好不好看？来，叮当。哎，这个不好看。哎，我知道那边有个更好看的地方，我带你去啊。阿秀姑娘，我其实打听了很久，才知道你们住这儿的。你都不知道，我想跟你说。你什么呀？你想对我说什么你就说啊。我要不是你休要胡说八道。哎，又吵起来了。听我说，就已经找到了五个青年才俊了，就差95个了。你就先跟我去碧楼岛，你跟我这么多年绵绵的情谊又不是假的吗？放屁，谁跟你有绵绵情谊呀？哎呀，小翠，我都快要死了，你就不能对我温柔一点吗？我还温柔一些，你真是老不知羞啊！姑娘，坐下看就好了。小翠，这么多年，你还是刀子嘴豆腐心。别看你嘴上说我死我活不管你事，其实你一直惦记着我，对吧？哎，狗杂种，你来了，去王维氏把他打走。哦。你别真打。哎，四爷，坐坐坐坐，喝口水消消气呀。来，小子，我今天不跟你斗，加上关东四侠那笔账，下次给你算总账。哎，四爷，喝口水啊。你又跟这傻小子在一起，
拜见师父。哎呀，免礼免礼。哎，丁木寺呢？走了。哦，走了。没打。没有。你小子不错呀。啊。不过呢，你想跟我们阿秀在一起，这事儿啊，我说了不算。师父。没事，走吧。阿秋，走了这么久，累不累啊？不累。要是累了，咱们就歇会儿。你说呢？大粽子，我们就此别过吧。阿秀还要赶路，我们快点走吧。我不想你走。大粽子，如果你真的喜欢我们阿秀的话，就来凌霄城提亲吧。阿秀，我们还要赶路，走吧。走了，阿秀。啊，阿秀，什么叫提亲啊？傻子，奶奶同意我们俩在一起了。啊，我会到凌霄城提亲的。奶奶终于同意我们俩在一起了。嗯。那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啊，你一定要早点来，知道吗？我知道了。快点赶路吧，别让奶奶等。嗯。哦，来。我不想你走。我也不想你走，但是你要是不走的话，奶奶又该骂了。快点来。走吧。我寻寻觅觅朝思暮想的故乡，似梦似醒，谁的笑颜在荡漾？阿秀，不知不觉身边有了善良的姑娘。懵懂的少年，一缕一缕的阳光。等我。你说我像一江一湖的歌王，比谁的容颜也比不上芳影暗香，谁的背影有着冷清的惆怅。我天涯何妨，猎猎落叶的毛屋可以多雨，快点！啊！哇！啊！你说啊，怎么突然就下雨了？你看。很好啊！是阿秀的味道。嗯，真香。这皮肤也变细腻了，是不是？真不错。多抹点啊。行。你看。那就多抹点。哎，这位爷，您属狗的呀，在这闻什么呢？
我是狗杂种啊，狗杂种就是我。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？神经病，还有人叫这个名字啊？你买不买？不买别打扰我做生意，快坐快坐。有病！这不是伊春院。阿秀就是这个味道。你到底买不买啊？我没钱。哎呀，我服你了，来来，送你了。哎，真的？老板，你真好。大爷，你快走吧，我求求你了，大爷，快走吧。谢谢啊。玉哥，玉哥，哎，玉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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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叮咚怎么会在这儿？玉哥，哎，叮咚，啊，你跑哪儿去了？吓死我了！刚才我们。啊！原来是想给我个惊喜啊！啊！我很喜欢，谢谢。不不，叮当，那不是，哎呀，叮当，那不是给你的，哎，你给我，那是我，哎呀，你别跑啊！师兄，听说被海石带领长乐帮众人出城去会关东四侠了，帮内空虚，我们可以趁机去救被抓的师兄弟啊！要不然，我先回凌霄城，找几位师叔，请他们出战，共同对付长乐帮。不行，到现在还没找到石中玉，我娘和我女儿又下落不明，丁不三、丁不四又杀了我几个兄弟，还有长乐帮囚禁了我的几个师兄弟，所有事都因我而起。我白万剑，一人做事一人当。师兄，你们回去休息吧。师兄，熊行灵，请出来吧！关中四派掌门人大驾光临，长乐帮深感荣幸，特来相迎。原来是贝先生亲自相迎，真是深感荣幸啊！在下快刀门吕正平，这几位是我的朋友。诸位威名早有耳闻，诸位是司徒老帮主的知交，自然也是长乐帮的贵宾，李帮蓬荜生辉啊！贝先生过奖了，这是我们从关东带来的一些特产，几张貂皮，还有几斤人参，奉送给石英雄和贝先生，还有几位乡主，不成敬意，还望你们笑纳。你们太客气了，如此的厚礼，当真是却之不恭，受之有愧啊。回帮司徒老帮主昔日在关东的时候，和在下以及三位朋友交往甚好，承蒙司徒大哥不嫌弃，我们也算是生死之交。那里面有一只成型的人参，已有几百年，服之延年益寿。
也算是稀有之物，特地送给司徒大哥。我代司徒老帮主多谢各位，但司徒老帮主已隐居深山，我定会派人送达的。不知司徒大哥在何处隐居，又因何而退隐呢？贝先生，我们在关东得到的消息可并非如此啊，所以我们此次来到中原，就是要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。万里之外，以讹传讹，不知各位听了什么谣言？我所听到的是，司徒大哥是被你们长乐帮中的奸人所害，死得不明不白，现在帮主之位却落在一个荒淫无度、残暴凶狠的少年浪子手中。好，吕帮主所言甚是精彩，可否问一下，之前是否在茶馆说书谋生啊？口出狂言，住口！你个老病鬼，有话直说，少跟老娘兜圈子。司徒大哥到底在何处？不好意思，我真的不能说。那就用飞刀让你说。看看你们一个个的熊样啊，区区一个白饭店就把你们打成这样了啊，还能干什么？禀报禀堂主，说白饭店功力深厚，如果这样僵持下去恐怕对本帮不利。快去报告贝先生，还有派人严加看管雪山派魏府弟子，不得有半点差池。快去。是，属下立刻去办。把这精神来。丁当，你听我解释，这不是给你的，你等等我呀。丁当，你站住，我跟你解释，这不是给你的，你还给我。哼，不是给我的，那是给谁的？贵，反正不是给你的。你这人怎么二话不说就随便扔东西啊？都不是我的了，我干嘛不能扔啊？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小气？说，说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有人在吵架！来，快！哎，快！贝某虽然不成器，在江湖上也算博有浮名。你们硬说我撒谎，我就说谎到底。害死司徒大哥的，想必就是你姓贝的吧？我们来到中原，就是来给司徒大哥报仇的，就没想着活着回去。你男子汉大丈夫，敢做敢当，快给我说清楚，司徒大哥到底是死是活？我被害时暴病多年，闹得死不死、活不活的，活着也没什么意思。高三娘子若想杀我，随便动手吧。亏你们还是武林名宿，却给老娘耍这种无赖。你不说也行，把那姓石的小子给我叫出来，老娘亲自问他。这不是你的好朋友吗？高三娘子，实不相瞒，我们帮主确实喜欢女人，可是只喜欢那些年轻貌美、温柔斯文的小妞。全天下的人啊都知道你喜欢漂亮姑娘。我没喜欢漂亮姑娘。可是你半老徐娘，风韵无存了吧？混蛋无赖！报！各位，本帮有要事，失陪了，告辞。贝先生留步，司徒大哥下落不明之事，一定要追查到底，即便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。你们长乐帮是不是害怕了？都给我留下。别打架！杀！别打架！别打架！别打了！你不是要见我吗？现在见到了。哥，
参见帮主。参见帮主。帮主都起来吧，都起来吧。谢帮主。谢帮主。石人公，你就是长乐帮的新帮主。贝先生，这是我刚结识的几位朋友，大家千万不要打架。好啊，现如今有帮主主持大局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我目不听人言，说司徒大哥已被人所害，没有想到石人公居然是长乐帮的新帮主。石帮主义薄云天，一定不会对司徒大哥做下什么亏心事。可是不知道司徒大哥现在人在何处啊？贝先生，他们说的这位，请帮主恕罪，这件事情一直未向您提及。司徒老帮主已隐居深山，必不见客，所以才会发生这样的误会。哦，师兄，师太在下出言无状，得罪了贝先生，还望贝先生原谅。但司徒大哥和我们交情非同寻常，此次来到中原，我们想跟他见上一面，还望石英雄代为求看。司徒大哥不见外人，我们可不是外人呐。哎，贝先生，不知道这位司徒大哥他……帮主，此事说来话长，这样吧，请四位回长乐帮先喝几杯水酒，帮主意下如何呀？好。哎，你叮叮当当，没事的。白万剑，好大的胆子，一个人也敢闯长乐帮，我看你是不想活了。废话少说，先把我的同门师兄弟给放了。休想，给我拿下。兵器都放下，兵器。白大侠，你的名气威震江湖，来我长乐帮所谓何事啊？今天我们雪山派来，希望你可以放走这帮师兄弟，同时将这位帮主让我带走。雪山派？我没有在雪山派学过艺啊。你还不认？枉费你的父母行侠仗义，居然生下你这个逆子，大逆不道，天理不容。白叔且慢，我乃关东万马庄庄主高三娘子，白英雄可否买我一份薄面，先暂且收起你的兵刃，我等不才也可做个见证，从中调解一番。对嘛，有什么话慢慢讲，不妨进去喝杯水酒。米堂主在，先请他们进去。是，你们在这儿等我。是。哎，啊，帮主，在下老请关东四位英雄帮我做个见证。我雪山派自从得知逆徒石中玉做了长乐帮帮主之后，便即刻派人下山来捉拿逆徒。在证明了石帮主就是石中玉以后，他们不但不交人，还恼羞成怒，用蒙汗药
将我的师兄弟都要到，还把我的师兄弟关入长乐帮的大牢里，请四位英雄评评理，用蒙汗药这种下三滥的手段。帮主，咱们长乐帮每年三月初三都会举行大会，关东四侠也都来参与。由于之前你生了场大病，所以很多事都记不清楚。倒是关东四侠问你司徒老帮主的事儿，让我来处理。另外，我们会商量侠客岛的赏善罚恶令。老帮主，嗯，那好，一切听贝先生安排。不过，我确实要跟大家商量一下，不要像飞鱼帮被灭门就好。帮主，现在长乐帮上下对你都非常拜服，就连关东四侠也概不能外。你与他们有恩，我们可以加以笼络，以为本帮之用。我记住了。那我们进去吧。嗯。我关东四侠到长乐帮来拜山，本因为是和司徒老帮主之间的交情，本来不应该介入两派之间的争斗，但是既然白大侠让我们来评评理，那我就说句实话，下蒙汗药确实不地道，不知米堂主作何解释啊？大家听我一句，贝先生，既然说到此处，便由我来说。当涂一役，我们的确用了蒙汗药，倒不是怕了各位武功了得，而是顾念石帮主和各位有过师徒之情，贝某不想伤了各位，有失和气。如果贵帮真的不想失了和气的话，好，那现在就将贵帮的帮主交出来给我，然后将我雪山派被关的弟子释放出来，最后赔礼道歉，现下武林群雄都在场，想来日后传扬出去必定是位武林佳话。既然想成为武林佳话，不如雪山派先向长乐帮赔礼道歉，允诺从今往后不再纠缠我石帮主，我便释放贵派弟子，从此以后两派井水不犯河水，不知白大侠意下如何？放屁！做你的千秋大梦！我今天来此，就一定要将石中玉带回雪山派受死。既然如此，不妨问问我手中的这口宝剑答不答应。看来白大侠明显是心中不服。这样吧，请白大侠跟在下过过招，只要能接得十招，我长乐帮就算是下三滥的狗道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且慢，且慢，等一下。哎呀，白大侠，且慢，且慢。帮主，贝先生，切不可打架。嗯，我们不如化石化。化敌为友啊，对，化敌为友，还有，哎呀，化鸡为鸭，化干菜为萝卜，我们大家吃一顿怎么样？不好意思，我们帮主有时就爱说笑。帮主，你是不是想说化敌为友，化干戈为玉帛？对对对对。哎，贝先生，我刚才听白大侠说，我们长乐帮的人把雪山派的人抓起来了，是不是？是，抓了几个。不如这样，我们把雪山派的人请到大堂上来，然后我们一块儿喝个酒，化敌为友，怎么样？好啊好啊，难得帮主如此宽宏大量，是武林中一件美事。米堂主，在，请他们上来吧。带雪山派弟子。
帮主，贝先生。师兄，你听我说，石中玉，你这个狗贼，我一定要把你千刀万剐。看来雪山派的弟子都是豪情万丈，胆气过人。白大侠，不如就按刚才的约定行事，如果你借我十招，我长乐帮就是下三滥的狗强盗，倘若你输了，那雪山派是下三滥的狗强盗。东江府阳光全素庄石青敏柔前来拜访。哎，我爹娘来了。啊，爹。我玉儿。娘，你怎么突然不见了？娘好担心啊，有没有受伤？没有。来，让娘好好看看。你果然是被长乐帮这些奸人给劫了过来。师兄，冤有头债有主，我们之前有言在先，今日可以做个了断了吧。白兄，今天我跟松江府的阳光来拜会长乐帮，是有很重要的事情。当我把这件事情弄清楚，我们的约定定当履行。好，我姑且再信你一次。想不到玄素庄黑白双剑，还有松江府银脊阳光等英雄，来到长乐帮做客，我们长乐帮也是蓬荜生辉啊。你们来的正好，我们正准备把雪山派的弟子释放，你们可以做个见证。遵帮主所说，化敌为友。帮主，请您发话。好，快放了各位哥哥姐姐。放人。是。放人。帮主。贝先生，我儿子年轻时浅，何德何能成为贵帮的帮主啊？更何况他之前生了一场重病，把旧事全都忘了。所以今天我把杨老英雄请来，就是要把这件事情弄清楚。白兄，贵派跟长乐帮素有过节，而且我的儿子也曾经得罪过你，可是这两件事情要分开来谈。我石青在江湖上虽然是泛泛之辈，可是我从来不会说一句假话。我儿子确实把以前的事情忘得干干净净。我爹说的对，我早就跟你们说过我不是石帮主，可是你们就是不信。这中间到底有什么隐秘？兄弟很想洗耳恭听。我们知道长乐帮帮主是司徒恒司徒大哥，怎么变成石恩公了？白师傅，你不要性急，谁是谁非武林中自有公论，一切事情咱们坐下来慢慢说。各位英雄，今天如果把这件事情弄个清楚明白之后，我儿子石中玉就跟长乐帮没有半点的关系。至于他这几年所做的事情，自当一一清理，好事愧不敢当，坏事绝对不会推卸责任。可是如果有人用他的名义做一些勾当，那就跟我的儿子一概无关。石庄主的这番话真让人摸不着头脑。石帮主出任毕帮帮主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，我从未听帮主说过名震江湖的玄素双剑竟然是我们帮主的父母啊。我原来也不知道啊。贝先生，你看得起我儿子并非因为他雄才伟略神机妙算，你是想借他的小命来挡过侠客斗铜牌妖艳一劫吧。Ha ha ha ha!
二哥，你们来了。各位在等侠客岛铜牌的妖艳，是不是？很好，很好，好得很呢。铜牌便在这里了。二位来得正好，我们正在分说长乐帮帮主身份之事，二位也可以做个见证了。三弟啊，你这个长乐帮帮主只怕是冒牌货吧？是，长乐帮的帮主是司徒恒、司徒帮主，他们骗了我的儿子来挡灾，是不能当真的。老四，你说如何？该请正主。嗯，是啊，咱们三个义结金兰，说过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可这长乐帮却要咱们三弟来挡灾，那不是要咱们哥俩好看吗？我哥俩奉命来请人喝腊八粥，原是一番好意，可不知为何大家总是不肯赏脸，推三阻四的，嘿，叫人好生扫兴啊。再说了，我们所请之人不是大门派的掌门人，便是大帮的帮主，在一般人那可是没有这个机会了。很好，很好，好得很呐。你看着老娘说很好是什么意思？很好就是很好，哪儿还有什么意思？反正不是很不好，也不是不很好就是了。要杀便杀，老娘才不会接你的铜牌，索性跟你们拼了，反正早晚也是死。大哥小心。高庄主，你接下这个牌子可就算是答应去侠客岛了。去侠客岛喝腊八粥？贝先生，你骗我三弟来冒充这个帮主，他是个忠厚老实之人，不免上当，我张三李四却不忠厚老实了。我们邀客人若是邀错了人，那张三李四颜面何存呢？长乐帮帮主这个正主我们早就查得清清楚楚，倒是花了不少力气。老四，咱们请正主下来好不好啊？好。这个是钟玉啊，娘，这怎么两个是钟玉啊？我啊，小妹妹，让我来告诉你吧，这个人啊，他悄悄躲了起来，贝先生他们到处寻他不着，只得另外找个人来顶替他。当然了，想瞒过侠客岛使者的耳目也并不是这么简单了。石帮主，我们请你去侠客岛喝碗粥，你去是不去啊？我不去。我干嘛要去啊？三弟啊，你瞧这个人样貌跟你像是不像啊？长乐帮奉他为帮主，本是要他来接这块令牌的，可是这个人他贪生怕死，悄悄躲了起来。贝先生，他们便把我三弟骗来顶替这个帮主。但是秦哥，三弟啊，大哥现在让你做不成这个帮主，你怪不怪我？不怪。嗯，我早就跟大家说过，我不是石帮主。娘，他才是石中玉。
你不是说好要保护我的吗？啊，害我被抓，你不讲信用。之前我们在客栈怎么说的？不要告诉别人。你，哎呀，啊，你早就知道他是石中玉。叮当，我们不是说了吗？我不想当那个帮主，更不想当替死鬼。我只想跟你在一块儿，我只喜欢你。所以你就看着我跟他谈恋爱是吗？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？哎，叮当，叮当，白师傅，你才是我的玉儿娘。弟弟，你不是说我们是兄弟吗？谁是你兄弟啊？你不看你那傻样。贝先生，这位少年你是怎么找来的？而我的儿子你怎么应灾为长乐帮帮主？今天诸位英雄都在，请你说个清楚明白。贝先生，今天我受石大侠之托前来主持一下公道，今天要不讨一个说法，我们不会善罢甘休。这位少年同石帮主真是一模一样，连亲生父母都认不出来，我贝某认不出来也不奇怪吧。我夫妇与儿子已分开多年，孩子长大了，再说他俩长得那么相像，自然难以分辨。这也未必，那日我在摩天崖见到这位少年，我便知他不是石中玉。容貌可以相同，难道说腿上的剑疤也是一般无异吗？此中有古怪。哎呀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啊，三弟啊，你身上是不是也有一模一样的伤疤呀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有的。既要伪造石帮主，自然要造的真相才行。真的身上有疤，假的当然也有。贝先生这着手成春四个字的外号，难道是白叫的吗？他说我三弟昏迷数日，肯定是在那个时候在我三弟身上做了手脚吧。石庄主，令郎做长乐帮的帮主，不是我应灾的，是他心甘情愿的。果然是冒牌货，长乐帮一窝的鸡鸣狗盗之徒。贝先生，你不要乱说话。敢问石帮主，贝先生哪里乱说话？我那天从雪山派的山顶掉入溶洞之中，碰巧被贝先生擒住，威逼利诱之下，我岂能不从？现在真相大白了，这个傀儡帮主我是不当了。石中玉，当初你是怎么说的？你说只要我们收留你，帮你逃过雪山派的追杀，那什么都可以做。喂，此一时彼一时，现在我爹娘在呢，我凭什么听你的？石帮主，你做我们长乐帮的帮主，那也不是三天两日的事儿。平日里你作威作福，是多么的风流快活。哎，我请问你，我做什么威做什么福了？你吃我们的，喝我们的，穿我们的，住我们的，还勾引我们展堂主的夫人，这不是作威作福是什么？喂，吃你们的，喝你们的，勾引你们女人啊，那不都是你们求我的？再说了，就那女人我还看不上呢。看见你爹娘在这儿，你腰杆子硬了是吧？我告诉你，小心不得好死。你凶什么凶啊？我当石帮主的时候你还不是听我的话？我看你能凶多久？我凶到你死为止。我不跟你做口舌之争，赶紧接牌。你这是威逼利诱，我跟你说，我就不接，就不接，就不接。你快点接才好呢，我又不是长乐帮的人。你个小王八蛋，想当日你口口声声向众兄弟赌咒发誓，说定会接到侠客岛的令牌，你现在怎么全都不认账了？我玉儿，可有此事？爹娘，此乃是非之地，我们走吧。站住！
不要打架，不要打架。很好，很好，很好啊。石帮主，贝先生，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。凭着司徒恒和石帮主的武功声望，老实说，这一口腊八粥还真喝不上。哎哎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哎，兄弟，你说的真对，我也不属于这儿，对不对？哼。不过长乐帮这几十年来干的坏事太多，我兄弟二人今日来到贵帮的本意，就是来伐恶。本来也不盼望能接什么铜牌，不过总还是要问上一声的嘛。石帮主，这块牌你是接还是不接呀？我，石帮主，这铜牌你必须得接，你发过毒誓的。你，是啊，我大哥可不是说着玩的，说杀人便杀人。我看，你不如先把这块铜牌接下来，免得误伤人命。大家都是好朋友，这要是真打起来，我真的不知道帮谁才好。帮主，你不能不接铜牌。是啊，兄弟，你接也是死，不接也是死。你要是不接的话，长乐帮所有的人陪你一块儿死，那就好。你既然如此大仁大义，干嘛不帮长乐帮接下这两块铜牌啊？真好笑。很好，很好，很好啊！你们是没人接牌了，是不是？哎，等会儿，大哥，我有话要说。贝先生，诸位朋友，你们一直待我不错，原本盼我能为长乐帮消此大难。既然真的石帮主不愿意接令牌，那就由我接吧。要接牌！要接牌！要接牌！石帮主，不，这位少侠，倘若你今日替我长乐帮接了此令牌，那便是我们的大恩人，我们以恒也感恩戴德。哎，米堂主，快快请起。我虽然来长乐帮时间不长，但是我也当了一段时间的帮主。大家有难，我应该帮上一帮。哎哎，说得好！哎，君子言驷马难追，大家都听到了啊！这位少侠要接这块牌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啊！不过侠客岛妖艳铜牌只交正主，贵帮到底奉哪一位为帮主啊？我愿奉这位少侠为帮主，遵从帮主号令，不敢有违。愿奉大侠为本帮帮主。不敢当，不敢当。我这个人嘴很笨，平常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，如果有做错说错的地方，请大家谅解。三弟啊，你到底姓什么呀？我真的不知道。我还是姓石吧。很好，长乐帮石帮主，今年12月初8，请到侠客岛喝粥吧。定当前往拜访二位哥哥。哼，三弟啊，凭你的武功，这一口腊八粥大可喝得。只可惜长乐帮却从此逍遥自在。很好，很好，很好啊。可惜啊，可惜。孩子别接。娘，我已经答应大家了。愿奉大侠为本帮帮主。愿奉大侠为本帮帮主。爹爹，不，石庄主明知有难，还是想替武当复侠客岛之冤，此乃大仁大义，
孩儿也想学上一学。好，英雄侠义，不枉跟你结拜一场。三弟，咱们把话说在前头，到了侠客岛上，大哥二哥对你一视同仁，可不能有什么特别的照顾。好，我手上还有三块铜牌，是邀请范、吕、冯三位去侠客岛和腊八粥的。三位接还是不接？我们关东四侠同进同退，承蒙侠客岛上的大侠们看得起，我范某怎么会敬酒不吃吃罚酒？好，也罢，离十二月初八还有整整两个月时间，就算到时非要一死，有众英雄相伴，我还能多活两个月，我风凉死也值了。来吧。好。各位赏脸，多谢。三弟，我们上有远行，今日先不和你一起喝酒了，我们先行告辞。好，请慢。两位上有远行，是否要前去凌霄城？白英雄料事如神呐、啊，我兄弟二人正是要前去拜访令尊威德先生、白老英雄。好，白英雄若是回去得快，我们还可在凌霄城再见。石庄主，这件事你也应该向我交代一下了吧？爹，我是无辜的。姓石的生了这样的儿子，我没话好说。白兄，我们夫妇会带着犬子到凌霄城向白掌门请罪便是。好了好了，今日比邦幸得江湖上的各位英雄光临，我长乐帮安排了上房，请大家休息一晚。帮主，哎，师姐妹妹，这是，哦，您救了我们长乐帮所有人的命，我们自当好好的侍奉您。哦，帮主，以前我们见过吗？见过呀，师姐妹妹。哎。我就说嘛，为什么上一次您连着吃了两顿饭都没吃饱？对，最长乐帮的英雄们今天都要走了，您跟了姨去看看吧。好。各位，长乐帮招待不周，还请见谅。不必客气。石帮主，在下心中十分感激。此番回去，若是侥幸留得住性命的话，日后再同石帮主交个朋友。两位告辞。慢走慢走。石少侠，我夫妇数日前把你当成了玉儿，实在是还请担待，望日后有再见之日。石帮主告辞了。告辞。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，后会有期。帮主，有句话我想跟你说。贝先生，请说。
现在有很多武林人都去了侠客岛，侠客岛终究是武林大患呢、啊。帮主是否大患？我大哥二哥只杀不接令牌之人，其他的都要看自己的造化了。是，帮主说的有道理。这些年我一直苦苦追寻我的父母，我的心情你能理解吗？帮主，您可是我们长乐帮天大的恩人呢，我们定当竭尽全力尽快帮你找到娘亲。谢谢米堂主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石庄主夫妇也算是找到他们的儿子了。哎，要我看呢、啊、他们找到了儿子还不如没找到呢。你看看这石庄主夫妇马上就要带着儿子去凌霄城负荆请罪去了，那雪山派一定不会轻易饶过石中玉这小子。不过想想看，石中玉这小贼马上就要死在这雪山派了，也是件痛快事儿。玉儿，你知道我当年为什么送你到雪山派吗？因为你从小个性张扬，顽劣不堪，所以才把你送到纪律严明的雪山派，希望你会改变。想不到你本性不改，还做出这么多伤风败俗的事情来。爹，我在雪山派受了多少苦多少罪你知道吗？我刚到雪山派孤立无援，就想交个朋友，所以我就买了一些礼物给大家。可结果呢，我的那些师兄弟们他们不领情啊，他们还欺负我。更没想到的是那个师父姓王的。师父管教学生天经地义，等你爹和你娘来了再跟你算账。您他对待我也和别的师兄弟不一样，所以我就想我忍，总有一天我爹娘会来接我的吧。可结果呢，自从我上山以后你们就再也没来见过我。我受了这么多的罪你们能理解吗？你说了这么多也不能当成你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的借口啊。好，爹，你说我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？好，我问你，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那天晚上我不跟你说了吗，是王万仞陷害于我。那天你们来给白爷爷祝寿，他们把我关在柴房，结果呢，白师傅假装放我出来，不停地追我，我就跑，可是不知道怎么我就跑到阿秀的房间里了。我可不知道阿秀居然还在洗澡。我那些师兄弟他们诬陷我，说我强奸阿秀，我百口难辩。如果我走出去他们一定会抓住我，我要不走出去呢，就只有跳崖这一条路。我宁愿死，我也不愿意再受他们的欺负，所以我就跳了。爹，我大难不死啊，我还当了长乐帮的帮主。那阿修呢？不是你玷污了他，他怎么会跳崖而死啊？阿修，不可能，阿修怎么会跳崖呢？我跳之前阿秀好好的在房间里啊。啊，爹，你要相信我，我虽然很顽皮，但是伤天害理之事我是不会做的。青哥，你都听见了吧，玉儿是你跟我的孩子，他怎么可能做出那种事情来。我们去找白万剑把事情说清楚，雪山派就不用去了。是啊，娘，这雪山派我是不会回去的。
不行，阿秀到现在还没找到，是生是死，光凭我们一方之言，他们是不会相信的。再说，玉儿是雪山派的弟子，理应回去说个清楚明白，好给大家一个交代。雪山派是名门正派，也不会不讲理的。名门正派，狗屁名门正派，我才不会去呢！玉儿，玉儿，名门正派，江湖道义，咱们这个家都快家破人亡了。玄素庄说烧就给烧了，我们失去了自己的家，现在又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儿子被人生生地抢走。武林江湖真的就那么重要吗？还不如做一个寻常的女子，守着自己的丈夫和儿子，过平平淡淡的幸福生活。青哥，为了一个李字，你就真的可以不要自己的儿子吗？寻寻觅觅，朝思暮想的故乡。我似梦似醒，谁的笑颜在荡漾？不知不觉，身边有了。你打我干嘛？我长这么大，还没被人亲过手呢。懵懂的少年。这回啊，侠客岛不杀我，你爷爷把我杀了。你说我像一江一湖的过往，你谁的容颜也干了这个事情，谁也挡住啊。我跟你在一块儿，就像生活在云彩里面一样，因为只有在云彩里面才有你这么漂亮的人。哎，叮叮当当，如果我哪天真的傻了，你还会喜欢我吗？我真的不是你的玉哥，我是狗杂种。彩虹六绿，江湖自古荡气回肠。有缘有爱，伴随凛冽的剑影刀光。心不是热闹一场，谁的眼中会有闪烁无语的泪光？对不起，幸福有爱，有人相伴的道路最长。你爱我吗？我喜欢的是你，还喜欢的是他呀。我还成过亲，我还拜过堂，我到底是跟谁成的亲拜的堂啊？是我。为什么要骗我呀？为什么？你觉得骗我很好玩吗？对不起，我不应该打你，我不应该喜欢他，可是
石青夫妇，还有白师傅，要带他去雪山派。雪山派，那不等于送死吗？我不想让他去死，我不想让石钟玉死，我不想眼睁睁看他送死，怎么办？我不想他死，我不想让他死，你想想办法呀。你别怕，我去。来了，是我带叮叮当当过来的。叮当，对不起，这些日子我想了又想，总感觉是我做的太过分了，我不应该骗你。可是我真的很想跟你在一块儿，但是我又没有办法。你不知道，我每天晚上。凌霄城你一定不能去，去了你就回不来了。这个我也知道，可是那帮人看我看得太紧了，我根本没有机会跑出去。好了，这凌霄城我去。他去是死，你去也是死。叮叮当当，方才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这件事情由我做主。你的武功比他高，你去凌霄城也许会有一条生路，他去是必死无疑。我要的地方可能会有一些疼，这些日子就委屈你了。好吧，你们快走吧。你自己保重。
玉儿。玉儿。怎么了？青哥，你看。他只是发出一些热症而已，我去抓些药给他。来，让娘看看。师兄，那小子的确是病了，石庄主夫妇急得跟什么似的，看这个样子应该是做不了假的。好，那你就帮我好好的盯住他，绝不能掉以轻心。是，不过他现在这种情况不知道还能不能继续赶路。放心吧，我自有办法。好点了吗？师妹，我在外面备好车了。鱼儿，男子汉大丈夫，没那么娇气，一点小病过几天就会好了。走吧。青哥，我看鱼儿这一次病得挺严重的，要是让他硬挺着上路，只怕会让病情加重。侠客的二使已经送铜牌到凌霄城，万一他们跟威德先生动起手来，我们却不能及时相助的话，那更对不起人家了。走吧。耿师弟，把石中玉那个逆徒带到你的房间，小心看管。师兄放心，万无一失。嗯。师兄，令郎必须交由我们雪山派看管。什么？难道贵帮不相信我们？师妹，玉儿是雪山派的弟子，当然要跟同门一起了。放心吧，请。先生，贝先生，怎么样？找到了吗？东院没有发现帮主，聚义堂也不见帮主。昨天帮主有什么异样吗？没有。丁当好像来找过帮主。叮叮当当，他又玩什么花样？备马。是。走。担心，啊！放心吧，月儿只是暂时被他们看管。凌霄城的飞鸽传书。萧城危在旦夕，咱们必须马上赶回去。那他怎么办？把他一起带走。是。石庄主，什么事？石庄主，石夫人，白师兄因帮内事务紧急，需要即刻返回。啊！雪山派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玉儿呢？他也和白师兄先走一步。什么？先走一步也不说一声？
罪了。哎，二位客官，来，里边请。来，叮当，哎，二位先坐。哎，是是是，哟，这怎么了？石帮主，先生，这是干什么呢？这是，都给我出去！出去！走！冰老鬼，这狗杂种不是替我上侠客岛了吗？你干嘛要找我？狗杂种突然消失了，所以还要请帮主跟我回去。那如果他今天要是不跟你回去呢？不回，那就再请啊。你们听好了，石公子是长乐帮的帮主，对他客气一点。是。石帮主，多包涵。嗯。哎，石忠玉，冰老鬼，石忠玉，老四。我跟你说，我真的累了，我真走不动。咱们不是现在休息了吗？再说离凌霄城也不远了，加把劲儿啊！哦，你是找你的小翠儿呢？没日没夜的赶路，那我图什么呢？我不跟你说了，我真的累了，睡觉。不要你跟来，你非要跟来，说你老了不管用了，还不乐意听。哎。是谁哭着闹着要我来帮忙的啊？要不是小翠儿和那个傻小子把你打得那么狼狈，你能跑这么远的路来找我帮忙啊？哎，不说了，睡觉。你怕了就怕了，别说废话了你。什么？我怕了？告诉你，见了白子在，你甭动手，全交给我。老四啊。我这会儿真困了，我真想睡觉了啊！我睡了睡了，不理你了。哎呦，老小子，我是去侠客岛。众位师叔好，白世侄辛苦了。你清除了本帮的害群之马，而且功夫了得呀！啊，应该的。来，不好意思，石庄主，令公子聪明得很，只是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。你放心吧，我们雪山派会好好的看着他的。白师兄，你也太不大量了，你之前想单独带玉儿过来，我们都不追究了。既然我们把玉儿带到这里了，难道你还怕我们跑了不成？师妹，在事情还没弄清楚之前，我相信白兄不会伤害玉儿，更何况你我都在。放心吧，让他带下去。两位请。
几位师叔，不知道本派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白世侄，雪山派一切都好，不必挂心。一切都好？不是我爹出了什么事吧？大师兄，就是近来脾气大了点儿。好，我去看看。爹，孩儿回来了。不孝之子白万剑回来了。爹，这次孩儿下山寻找娘和阿秀的下落，经历种种，多次与江湖人士交手，多胜少。孩儿不孝，辱没了雪山派和爹的名头，望爹爹恕罪。万姐，你靠近点儿。替我好好照顾你娘。来，倒上。谢谢冯师兄。两位一路辛苦啊。来，干。师兄。冯师兄请。师妹，在马上。啊，彼处地势高峻，气候寒冷，坚持终年云雾缭绕，湿气甚重，但这深阳御酒饮之于身子大有补益，通体融合，还请两位多饮几杯。好，来来。这个球怎么了，青哥？冯兄，这酒怎么回事？这深阳御酒酒性确实烈了一些。不，这酒有毒啊。白仙芷，威德先生近来可好啊？我爹一切都好，放心。江湖传闻，鱼叉帮的帮主不肯揭牌，全帮尽数被捕。白仙芷可确有此事？对。师兄，侠客岛的规矩是必须由帮主出面揭牌。现下我雪山派群龙无首，屠帮之祸就在眼前，你怎么看？诸位，冯师侄言之有理啊，如果威德先生不封，自然是由他出面了。以在下所见，还是由白贤侄出任掌门，由他出面接铜牌。如廖师叔所说，由我来接侠客令，大家都安全了，是吗？你是威德先生的嫡子，这掌门之位自然该由你出任。难道你要看着偌大的雪山派被屠帮了？各位师叔，威德先生尚在，白师兄是他唯一的儿子，你们怎么能让他去侠客岛送死呢？
保住雪山派是现在最大的任务。白仙芷，你慢慢的就会想清楚。兄弟们，快看看这个人是谁！参见帮主。哎，对，哎，我是帮主，都得听我的。都给我站好了，睁大你们的狗眼。他是假扮我们帮主的，石中玉。哎呦，假的！他，石中玉，缩头乌龟石中玉，千万不要他把你们的眼睛给迷住了。哼，石帮主，先生可吩咐了，让你在前面等候，上刀喝粥。帮主，请吧，请。哎呀！啊！快走，嗯，快走。一家人全抹了脖子，那石中玉早晚是要杀他。万万不可，那两个人是武当派的人，咱们不能为了一个小兔崽子跟武当派结梁子。等咱们办妥了事，把他们再放出来，赔个不是，该杀的还是要杀。对了，还有一个事，白万剑那边安排的怎么样了？他的手下弟子也都不是好惹的。一切妥当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把那些弟子关起来。嗯。咱们得罪了黑白双剑怎么办？怕什么？他们二人动了魔汗，要被关起来了，能不能活起来不一定呢。石庄主夫妇被关起来了，到家了。嗯，走了一圈还是回家好。那是当然了。哎，这老疯子怎么回事？他怎么不出来接我呀？奶奶，爷爷和爹他们要是发现会不会骂我呀？当然会骂你了。放心好了，有奶奶在呢。喂，吃饭。请问，石庄主夫妇是关在这儿吗？你问那么多干嘛？吃你的饭吧。哎，等等，又干嘛？
请问一下，我能拿你的钥匙吗？你有病吧？对不起啊，我只是想要你腰间的钥匙，我不是故意要伤害你的。喂，你是人还是神仙呢？臭小子，你是谁？我……难道你无名无姓？我的姓名都是假的。都是假的，倒有一点见识。你来这里做什么？我呀，被别人逼着做这个帮主，那个高手，去什么侠客岛，还有当什么厉害的高手，就连到雪山派都像做梦一样。这句话说得好，做人就像做梦一样，醒了才清醒。你还读了不少书啊，老爷爷。不瞒您说，我一个字都不认识。很好，很好。读书误人一生，你们这些刀尖嗜血的人，要那么多的臭规矩干什么？老爷爷，我去给您找钥匙，把您的手铐脚镣解开。哎，不用了，我是来这里进修的，哪有锁能锁得住我呢？这些手铐脚镣就像豆腐一样。那我去找石青夫妇了。哎，等等，陪爷爷聊聊天。好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不知道。天下间还有人不认识我？我问你，你到底是谁？我是狗杂种。狗杂种？还装傻？臭小子，还有内功。小子，你的武功在天下排第几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我真不知道。那你知不知道我的武功是天下第一？哎，老爷爷，你既然想当天下第一，那我认输，按您赢了。好，输了就要受到惩罚的吗？有什么惩罚？帮我捶背。好。你这个臭小子虽然有点笨，但是武功也是不错的，你对老前辈也是很尊重。虽然你不知道我是天下第一，但我还是会原谅你的。多谢老爷爷。你觉得累吗？不累。那就继续吧。好。廖师叔，黑白双剑已经安排妥当。好，各位师叔，皇上啊，魏德夫人和阿秀回来了。什么？怎么办？阿秀没有死，那我们只能是一不做二不休，把他们全都捆了。
们这帮龟孙子，谁给你们的胆子？告诉我，老疯子白菜菜在哪儿？说。二师兄，你们这是要干嘛？小师妹，我们也是奉师父之命来捉拿你们两个的，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上。妈，七妈，狗杂种，阿秀，你的伤。哎呀，行了，你们别再卿卿我我的了，来，帮为师把他们杀了。啊，他们要杀了我和阿秀，快动手！把他们都给我拿下！婆婆，快走！白师傅，您有什么吩咐吗？你是谁？弟子是四肢门下的。你们把我关起来，难道要谋反不成？啊！这个弟子只是奉命行事。奉命行事？奉谁的命？我们雪山派只有威德先生的命令才是命令。其他人发的命令就是叛帮之罪。白师傅，别这么大火气嘛，弟子们真的是奉命行事，不过还望白师傅不要怪罪我们呢。你关门。哎呀，阿秀，你的伤没问题吧？没有大碍。奶奶，他们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变得这么凶啊？大概是我们在山下的这段时间，帮你出现了什么变故吧。哎呦，也不知道这老疯子到哪儿去了。爷爷和爹他们不会有什么事吧？我们在这先喘口气，一会儿出去打探打探。这帮龟孙子，猴子称霸王了，看我一会儿出去怎么收拾他们。啊，对了，狗杂种，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奶奶，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？您不是明知故问吗？说。婆婆，其实我是顶石中玉，跟白大侠、闵大侠，还有石大侠到雪山派谢罪的。可是他们好像把石大侠、闵大侠、白大侠一块抓起来了，我们得想办法救人啊。白万剑也被抓了。嗯。哼，好事儿啊！那小子一天到晚嚣张的要命，哼，也该让他受受罪了。你帮他做什么？还有那石青夫妇，那石青夫妇也真够可以的啊！他们为了自己的亲生儿子，就敢牺牲你这小子，看来也不是什么仁义之士。不是。其实，这是我自己的决定。哼，小子，虽然我们相处的时日不多，但是你到底怎么回事，我还是看得清的。就你，呆头呆脑、笨头笨脑的，你能想出来这一招吗？啊？哦，我知道了。是不是石中玉那小子求你的？哼，他可真够不要脸的。其实也不是，我是看叮叮当当可怜，才提出要帮他的，于是叮叮当当就想出了这个点子。石中玉武功太差，我来了，应该不会吃什么亏的。叮叮当当，原来你心里是有他的，你为了他，你连性命都可以不要了是吗？不是的，阿秀，你别误会，我心里面是最在乎你的。我还以为你是为了提亲才来这儿的，原来你心里想的是另外一个女人。不是，阿秀，阿秀，你听我解释。我虽然答应叮当来帮石中玉，但是我心里面只有你啊。
我心里面只有你一个人，我只想跟你在一块儿。谁要洗你啊？那我现在就跟婆婆提亲。婆婆，行了，你们在干什么啊？现在大敌当前，外面都乱成一锅粥了，你们还在这卿卿我我啊？好了，注意安全，跟我出去。好。阿兄，说两句，这个事情是我们四个合伙活出性命才把它做成的，你们说是也不是啊？那么好，咱们就一不做二不休，趁机把这个老风头宰了以绝后患，否则要是让这个老风头逃出来，那咱们四个人可真就是死无葬身之地呀！杀了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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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被抓了吗？杀了他！放心，有婆婆在，爷爷一定没事的。就算婆婆不行了，还有我呢。大家听我说，这老疯子咱可宰不得呀！这犯上作乱，要是传到江湖上去，我们怎么立足啊？再说了，这白夫人还没抓到。齐师兄，听你这话，你是怕担骂名啊？可你做下这个事情，又是为了什么呢？天下的便宜都让你占了，莫不是你怕白老夫人吧？哼，我自有交代。你交代什么？你只是假装好人，你的如意算盘是把这个犯上作乱的罪名扣到我头上，你好一箭双雕，稳稳当当的坐上这个大位，是不是？哼，笑话，笑话呀！啊，就是论资排辈，也轮不上我呀。还有大师哥呀，你们争你们的，别将我牵扯在内。梁师弟，这个事情你从头到尾参加，你一言不发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哎，这梁师弟不说话，那就是没有意义。你怎么知道没有意义？你能代表他吗？我跟你们说，这个事情是我挑的头，如果没有我，这大位能空出来吗？廖师弟啊，我们是被逼无奈才铤而走险，你要想坐这宝位，你早说呀。对，今天我还真得告诉你，我就想做这个保卫。难道你不服啊？我就是不服，我就是不服。你凭什么不服？我就是不服你。你各位师叔有礼了。彭万里，你的事情都干完了？廖师叔，怕是让你失望了。彭万里，你胆敢犯上！大家请吧，我有话说。我彭万里没有保护好雪山派，造成弥天大祸，让几位师叔钻了空子，致使我雪山派内乱，罪该万死。你们是要杀我师父，那就杀了我再说。你是什么东西啊？冯万里，你的忘性好大呀！难道你忘了你的胳膊是被谁砍掉的？是师父，那是因为我冯万里教徒无方，罪责难赎。冯万里，
你们掌门弟子个个武功高强，身怀绝技，我们绝不能留下你。来人，拿下！是什么？你们不要为阴谋者所利用。梁师叔、齐师叔、程师叔，你们由得梁师叔横行吗？他四肢杀尽了掌门弟子，就轮到你们二肢、三肢、五肢了。动手！太好了，使劲打，一个一个的都被打死，我才高兴。很好，很好。大哥，二哥怎么来了？很好，很好，很好啊！难怪雪山派的武功驰誉天下，为别派所不及。原来贵派习练武功之时，竟然是真砍真杀，如此认真，难得，佩服啊！掌门人呢？接侠客令。三师哥年纪最大，自当接任本派掌门呢。哎，这武功还是你最高，这次也是你出力最大。你门下弟子啊，也是人才济济，还是你来吧。哎呀，掌门大位本来是大师兄的，那大师兄不做，当然是二师兄，有什么好争的？咱们四个当中，论足智多谋，我退五十斤。你们都是师兄，你们都不来做，这掌门我更做不来。有趣的很呢。我说，你们几位都别争了，我倒是有个主意在此。你们几位以武功定胜负。我想不到一个时辰，胜负必分，到时候谁赢了，谁便是雪山派的掌门人，如何呀？哼，我是掌门人，你将铜牌给我。不错，你看起来是很有掌门人的气度，算是个英雄好汉。不过我这块铜牌还是不能给你，我刚才已经说过了，这既是以功夫论掌门，那么无论辈分大小，人人都可以出手的。来夫人，来夫人，我是雪山派的掌门人。参见师娘。好孩子起来吧，我都听见你说的话了。没想到这位冒充长乐帮帮主的小兄弟却回到雪山派，有趣，有趣，有趣的很呢。老四，你瞧这小兄弟跟咱们三弟是长得有多像啊？有点油腔滑调，贼头狗脑，哪有漂亮妞就往哪儿钻。各位，我问你们，为何把我老头子给关起来了？白夫人，掌门师兄他狂妄自大，胡乱伤害弟子，在他手上已经连伤了十人之多，当初是万剑下令把他关起来的。自从阿秀跳崖，白夫人走后，掌门师兄的脾气就越来越暴躁了，他对门下弟子啊
又打又骂，大家都说师门重恩，不敢有异议。没想到的是啊，这阿秀姑娘她还活着，这倒是一件幸事啊！啊，对不起，是我当时贪玩跑出去了。白夫人，这还不是最厉害的时候。直到半个月前，忽有传闻。什么传闻？听说白夫人您去了碧罗岛，掌门师兄从此就神志不清，成天喊着：“小翠，你不能去碧罗岛。”后来呢？后来掌门师兄每天就念叨着，他是不是去了碧罗岛啊？他们是不是旧情复发，藕断丝连啊？一派胡言！就算你们的掌门师兄利令智昏，滥杀无辜，你们可以废了他的武功把他关起来，但是我儿万剑呢？你们把他藏到哪儿去了？还有，我和阿秀回到雪山来，你们居然想杀了我们？我看你们不是为了维护雪山派吧，是想篡权夺位吧？廖师叔，你把掌门人和我那些弟子都关押在哪儿了？想必这位婆婆便是白老夫人吧？失敬失敬失敬啊！你的这些弟子们看上了白老英雄的掌门之位，正在较量武功以夺大位，咱们这便让他们开始吧。你们还不动手，更待何时？不打了，不打了！咱们足迹遍天下，这般精彩的比武，真是难得一见。人家比武都是争赢，他们却是要争输啊！也难怪这雪山剑法的武功独步当世，如此的与众不同啊！果然是与众不同啊！好了好了，你们几个别装了，还号称雪山派的剑法啊？就你们这几招鬼把戏，真的把凌霄城的脸都丢光了！哎，一个一个的篡权谋位，倒是有种，真正打起来了什么都不是啊。大粽子啊，来，你用我的金乌刀法把他们这几个人的胳膊都给我砍下来。这不好吧？快去，小心点。你们！老四，原来这位又是咱们三弟啊！看到了吧？啊，这位啊是我的徒弟，金乌刀派的大弟子，复姓狗杂，单名一个种子，狗杂种。好了，你们现在个个都被我的徒弟打败了，你们说了，败了就要服输，就立他为掌门。啊，
服是不服？婆婆，好，还不赶紧参拜你们的新掌门？参见新掌门人，参见新掌门人。啊，快快请起，快快请起啊！且慢。阿秀，真的是你吗？跑到哪儿去了？爹还以为再也看不到你了，你太任性了，你知道吗？要不是因为这个小子，你也不会跳崖。爹，他不是……好了，大局当前，却在这儿婆婆妈妈的。前的账，往后再跟你说。我娘，你真的回来了？你知道孩儿一直在找你吗？你是不是以为我已经死了呀？啊！娘，你听我说。你还有脸跟我说？哼！老子被人家关起来了，你这个小混蛋什么都不知道。哼！雪山派号称天下第一。我看根本就是疯子，直接改名叫疯子派得了。娘，不是孩儿武功不行，我只是受他们的暗算。闭嘴！遭同门师叔暗算，你还有脸说？娘，你回来见到爹了吗？真是笑话呀！你在雪山派，跟你老子在一起，你还来问我见到你老子没？哼，真是老疯子教出的小疯子。四位，能不能告诉我，你们把我的老疯子关到哪儿去了呀？白夫人，大师兄脾气暴躁，随意杀人，万剑把他关在地牢里。我们也没敢动他。那你知不知道我的武功是天下第一？看来我可以放心了，爹还是安全的。好，好，好事儿啊！这个老疯子一天到晚自视清高，觉得自己是天下第一，不可一世。好事，好事，你们让他也有点教训。好啊。我说，到底哪一位才是疯子派的掌门人啊？闭嘴！疯子派是你叫的吗？我在教训我的夫君和我的儿子，还有我的家人。我可以叫疯子派，你不行。记住，雪山派。很好。很好，很好啊！
是我失言，还请白老夫人恕罪了。那么请问，到底哪一位才是雪山派的掌门人呢？哼，我刚才说过了，雪山派的新掌门以武功论英雄，这位少年胜过了我雪山派四大长老，所以呢，他就是我雪山派的新任掌门。娘，为什么这么糊涂？雪山派的掌门人怎么可以让外人来当呢？我说过了，比武论英雄，怎么？你想比试比试吗？哈，好啊，徒儿，我倒要看看老混蛋教的徒儿厉害，还是我的徒儿厉害。婆婆，这样不好吧？老混蛋的武功稀松得很，咱们的刀法可比他们厉害的多了。真的要打？我告诉你，如果你输了，就给我滚得远远的，这辈子都不能见到阿秀了。还有你，如果你输了，你女儿就嫁给这小子。娘，你怎么可以这么糊涂？阿秀怎么可能随意嫁给外人呢？好了好了，你们不要聊家常了，你们两个赶紧打上一架，好分胜负，一定掌门人嘛。好，我赞同。来，开始。打了一个平手。好了，我看雪山派之中武功没有能胜得了我这个三弟的，由他做掌门人，大家服是不服？很好很好很好啊，恭喜三弟又做了雪山派的掌门人。那么这块铜牌就一并接过去吧。且慢，说好了，雪山派的掌门之位是论武功而定。现在我徒儿不错，你得到了掌门之位。不过我家老疯子当掌门的时候真是威风得很呐， 啊经常是不可一世的，为师也想试试。徒儿，把掌门之位让给我好吗？怎么，你不肯吗？难道咱们俩要比试比试？哦，不敢不敢。怎么样诸位，我当雪山派的掌门
没有人不服吧？两位，雪山派新任掌门白门史氏，谢谢贵道约请，腊月初八准时赴约。白老夫人，就算现在把这块铜牌给你，想必这白老英雄日后啊还是会夺回去的。这是我的家事，不劳您费心。很好很好很好啊，反正就是谁的武功高谁上岛便是了。那我们就先告辞。告辞。很好很好很好啊。拜见师娘。师娘，大伙犯上作乱，忤逆了师父，实是罪该万死，但是其中确实有不得已的苦衷啊。冯万里，现在还轮不到你做好人的时候呢。师娘，师父自你走后脾气变得越来越差，我们就是作为掌门弟子也不敢轻易跟师父说话，怕说错一句就要遭到。师娘，我和师弟师妹找郎中给师父看病，哪里想到一语不合师父就将郎中给杀了。师弟说的是，师娘，弟子们说的都是真的，还请师娘免了大家的罪，以安众人之心呢，免得在本派之中再起自相残杀的大祸呀。是说的是。对呀。好好好，事已至此也怪不得大家。剑儿，你跟我去看看你爹吧。冯万里，你带着狗杂种去把黑白双剑夫妻放了，免得江湖上笑我们没有待客之礼。是。其他人的过失等稍后再说吧。疯子，小翠，你回来了。老疯子，你怎么了？你的头发怎么了？爷爷，阿修来看你来了。阿修没有死啊。先生英明一世，到头来还是在梦中过活。老疯子，你没有做梦。阿秀的错，我只是想到外面去看看，我没想到会惹这么大的祸。爷爷，求你原谅我吧。爷爷，您看看我，您看看，我真的是阿秀啊。我是在做梦吗？爹，您没做梦，
宁跟阿秀就是回来了，那就好，以后我们一家人就可以在一起了，永远都不要分开了。 这个世界，他是始终用那个小辈搞出来的，他侮辱了你的名声，我要向法院报仇。爷爷，这件事情不管始终于的事，请您饶了他吧。这个臭小子，坏了你的名声，你还帮他说话，你不是喜欢他吧？也罢了，反正抓他回来，向你负责。 不是的，爷爷。其实那天他是被逼才躲到我房间的。其实始终于他并没有做对不起尊女的事儿，都是那些师叔师伯还有师兄弟们乱说诬陷他。爷爷，其实您孙女现在已经有心上人了。阿兄，按你这么说。 我们一直以来都冤枉他了，是吧？哎呦，你们爷儿俩啊，向来青红皂白都不分，冤枉个把人稀罕吗？想想吧，一会儿怎么去给人家黑白双剑道歉？啊，你有心上人了？爷爷，他现在就在凌霄城。啊，好了，秀，老疯子，你的孙女婿你早晚会看到的。 啊，现在别这么着急。阿秀，万剑，你们两个人先出去一下，我跟爷爷有话要说。好的，娘，爹，我先出去吧。君哥，你在外面乱成一团，你说玉儿还好吗？师妹，你放心，玉儿她经历了那么多事情，相信她没事的。 百万剑如此对待咱们，玉儿跟他又有深仇，他会轻易放过玉儿吗？我只怕……哎，玉儿，玉儿，师兄，师夫人，到底是玉儿？我是狗杂种，不是你们的玉儿。那玉儿呢？师庄主，师夫人。 你们的玉儿没有来，这一路上一直是我跟你们在一块儿的。你是说，你是替玉儿来雪山派认罪的？嗯，怪不得一路上我还觉得有点奇怪。你何苦为我们牺牲呢？师庄主，师夫人，你们一直待我不错，所以我就一直把你们当做我的亲生父母，叮叮当当。 和世忠玉一直把我当做朋友，我不想你们伤心，所以就来了。孩子，你对我们夫妻真的有情有义。哎，只是这个玉儿太不成器了，居然为了自保，还找人替他来偿命，一点大侠的风范都没有。师妹，我们的孩子有他十分之意。 我就心满意足了，师夫人、师庄主，其实你们的玉儿不知道这件事情。这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和叮叮当当想的。叮当，嗯，真是难为他了。孩子，你要是不介意的话，就把我们夫妻二人当成你的亲爹娘吧，我们会像对待玉儿一样对待你的。真的吗？我。 我可以叫你们爹娘。爹，娘，师兄啊，你们到来的时候，正逢我帮内部动乱，才委屈了二位。如今判当已被治，还请二位到厅上与白夫人师哥一聚，此前多有得罪。哎，风师兄，算了，我明白。 老疯子，
这菜还合胃口吗？小翠，你做的饭最合我胃口了。哼，亏你还尝得出来是我做的菜。小翠啊，你总是这样该多好啊。哼，你要老是这样那该多好啊。可是你怎么样，甜甜的哦，天下第一，威德先生。哎，老头子，我想跟你说，其实啊，这些真的不重要。一家人和和睦睦的，要那天下第一干什么呀？好了好了，不说了。其实我也想过了，什么天下第一，只是虚名而已。啊，可惜呀，我有一件事情想不明白。你是不是娶了碧罗头，跟那个丁不死在一起，这个是不是真的？哎呦，你这老头子，你有没有真的发疯？你就这样冤枉我呀？你信那些江湖传言干什么？你要再这样的话，我就一头撞死，我死去。小翠啊，这个江湖传言也是无风不起浪啊。最讨厌那个丁老头，对你是一往情深啊。他一往情深又怎样？关键是我对谁一往情深？老婆子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哎呀，这段时间我可担心死了。你这个老头子，什么威震武林，什么天下第一，在我眼里都比不上小翠红颜一笑。以后啊，不许离开我半步了。是，你要老这样就好了。不过，老婆子，又怎么了？我们收到侠客岛的令牌了。罢了，我去吧。不，你不能去。你想想啊，雪山派这么多的事情都在等着你呢。我去，我替你去。雪山派还有百万剑呢，我堂堂的威德先生怎么会让我夫人送死呢？人家不笑死我了？可是我一想到要跟你分开那么久，我这心里就不舒服。好了，不说侠客岛的事情，先放一放。哦，倒是你哦，什么天下第一啊，什么威德先生啊，威风凛凛，飒爽英姿，以前那么帅，看看现在，哎呦，你看看你啊，啊，弄成这个样子，简直是邋遢第一，邋遢王。赶紧收拾收拾吧，雪山派好多事情等着你去处理呢。